每个色大概每一个 size 大概只有各一件而已啊，要的话直接看中了尺寸对，赶快下单。PTE 七十六价钱是73 ，OK， 最小的码是从 S 开始，最大是去了 XL， 三个色，我身上穿的是 Dusty Pink， 这一个是白 ，OK， 白是 Off White 啊，不是 Pure White 啊，再来就是。没有 JP， 它不是，它是 JPY 88，不是咖啡啊，是 Latte 啊，奶茶色啊，不是咖啡色啊。这个是 Latte 啊，这样我们明了啊。Michelle 这个是 Latte color 啊。对 ，Michelle 啊 ，OK，Michelle 这个是 Latte color 啊，不是咖啡色 ，JPY 88。如果你要的话，赶快啊，因为 S 的数量很少很少而已。如果你要的话，你要主播上那个是你打我 yes 吧。对了， okay, 你打我 yes， 我就留给你啊。ZPY 88 Latte S， OK Latte S， 因为 S 数量很少。来，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，你拼了吗 ？PTE 76价钱是70啊，价钱是73。PTE 76，哎七十，啊对对 ，PTE 76价钱是73，最小的码是从 S 开始，最大是有去到 XXL 三个色。我身上的，我身上的是 Dusty Pink， 这一个是黑色，再来就是白色，一样啊。这一件的款式，这个款数量也是极少的。我身上的这个 Dusty Pink 啊，几乎每个 size 只有各一件而已啊 ，OK， 只有各一件。喜欢的话赶快啊，喜欢的话赶快。可以 ，Joanne ZPY， 我发资料去你的 inbox， 你检查，你可以穿到 S 啊这个款式。ZPY 就是现在身上穿的裤子，先看小细节啊，先看上衣的小细节先 ，OK。上衣的小细节，前面整排纽扣是开的完，整件上衣前面整排纽扣是开的完，面料就是那个比较凉爽的那个西装布面料，我们基本上它跟我们用来做货款的上衣那个面料很类似 ，OK， 可是不一样啊，一样公主袖，肩膀是有公主袖桌子，衣领这边很特别啊，它做了这样子类似 Mandarin collar 这样子添加这个 lace， 可是你不用怕这个 lace 会毛毛痒痒之类，是不会啊，到这里不会毛毛痒痒的就对了。lace trim 衣领，然后整件衣服这样子 lace trim， 看这些这样子 lace trim 的款式，这件上衣小细节特别特别的多，它 lace trim 是延续到去后面就对了。转后面，后面是这样子的，纽扣一样用了很别致的纽扣，就是这样子。珍珠捆那个金色的，所以另外一个版本的穿法，如果刚才不想穿那个 cotton T 配这件西装裤的，想要穿的更有职场感的 ，OK， 可以把这一件上衣带走，这样子来配搭。跟着助理的尺寸下单，这件上衣是穿 M size， 我是穿着 S。想要穿的比较有女人味一点的，你就粉色带走，粉色其实粉色。配搭这个跟它的酒红色一样是搭得到的，你看这样子 powder 啊 dusty 的颜色是搭得到这个酒红色的。我去换白色给你们看先啊，白色呢就是我就搭回酒红色的裤子给你们看啊，因为毕竟可能刚刚有些人才set得到坐下来有时间 ，OK。上衣的量很少啊 ，OK。如果你们要粉色的话，基本上只有各一而已啊。粉色的话，谁要粉色上衣九个一啊？没有个补货了哈，这些都是厂家的秒杀款，卖完就没有了。OK， 粉色各一而已。这个款式呢，我是穿着 M 啊。那么呢，这个塔码必须拿大，不要拿小啊。这个款式我是穿着 M size 啊。我的上围94，我建议到94，因为我有预留空间了的哈。毕竟说它是前面纽扣嘛，我们的尺寸提供的不会这样子撑开的，不会啊。就是说这么巧，你的上围是94，穿上去有预留空间，不会勒，不会爆纽，然后不会压胸哈。所以说跟着助理的尺码下单，这个款式上衣需要带走 M size， 我是穿着 M。整体它稍微就是说它衣领这边，然后它肩膀这边，它就稍微带点宫廷 feel 的那个的裁剪，就是它捆了蕾丝边，属于一个不算是高领啊，刚刚好在这边，不用担心说不舒服还是太勒，完全不会有勒的问题。你那时候我就不想穿高的，你就可以把纽扣打开，这样子就可以了哈。所以说它的特点就在于衣领这边，还有上也一样哈，就是上半部的小细节会比较多哈。上围穿到腰没有问题啊，腰基本上它是蛮接近一个直筒的裁剪哈，这个款式。所以说这个款呢，你们下单的话就打 cut color size 一起 ，OK？ 我是穿的 M size 哈。所以要粉色赶快啊，九个一
而已啊，粉色。来，我换了酒红，哎，酒红不是，对，白色的上衣衬搭酒红色的裤子。什么裤子？一下子啊，裤子要裤子尺寸的，你们可以留言。对啊，要裤子尺寸的可以留言。OK， 我换了酒红色，配搭裤子换了酒红色，然后配搭这个白色的上衣。其实 Amy 你的粉色 L 收了，来 L 三是在另外两个色而已哈。其实这件上衣啊，它的经典色都是这种衬衫的经典色，就是白跟黑，白跟黑是这种衬衫的经典色。你要比较特殊的颜色就是这个 Darcy Pink， 所以 Pink 啊 L 就没了，所以要 Pink 的话 L 是没有了 Pink 啊 ，OK L 是没有了 Pink 卡了。其他白和黑收发暂时还有，因为数量非常的少。面料是其中一种西装布面料，很舒服，然后比较抗皱的面料，一样是比较抗皱的面料。最近就有到 XXL 对的嘛 ，OK， 所以说 XXL 的顾客可以买到这个款式。袖子这边是这样子，有 rubber elastic， 到 over 它穿起来它属于一个七分袖了 ，OK， 七分这样子的长度，然后你拉起来的时候它是会 hold 在 elbow 这一边这样子的 ，OK， 你可以这样子拉起来，前面整排纽扣是开的完，所以我们讲基本上不要超过我们提供的尺寸啊，上围，因为如果你超过的话，它会造成爆纽袖。走后面是这样子，它小细节就是这些 legging 这样子的款式啊，价钱7300是非常非常的划算的。跟着助理的尺寸下单，这一件是穿 M size， OK， 我是穿着 S， 白和黑是最容易搭的，经典色哈，也是属于这种衬衫的经典色。你要找一件比较有款式，然后比较女人味的那种衬衫啊，这一个今天的话，这一个是必带走的款式。OK， 我身上白，不用怕说白色会透啊。它捆的好像整体好像那种木耳边，尤其是你们如果像搭就是说外套，对，搭外套的话啊，这个它的衣领这边裁剪非常，就是穿去很好看。还是说你们要搭小箱的话，这个也是非常好看，最主要是它衣领那边的那个的裁剪，这个款式它稍微比较高，所以你穿上去会有那种叠穿，然后再加它捆这个蕾丝，整体它会带比较女人味的感觉，很有宫廷 feel 的，就对了，对了，很有宫廷 feel。 只是你要打 cut color size 一起啊， cut color size 一起，你只是打 size 我留不到给你的哈。来，我去换黑色给你们看见啊， cut color size 一起打哈。喜欢的话赶快啊，因为数量是极少的啊，这一件要用极少来形容，不是特少，是极少。 OK， Karen 给的是黑色 M 流了，显瘦的话就是黑色啦， OK， 要找一个那朋友来吗？暂时不用，他还是随便穿就行上去了，暂时，因为他们只是跑点身嘛，之后就会来越严，要有那个版型在那边，要有那个台型，你搭的都有台灯，要有台型在那边。下次啊，如果需要扣整排纽扣啊，因为他明天回来了。明天回来两个星期了。哦，要放假？没有啦，两个星期，他星期六要去看演唱会。看谁演唱会？他们的演唱会你不了解的。动漫的是吗？实力。演唱会，实力多少钱？不便宜啦，大几百，大几百。sponsor 他。来，我们俩黑色 ，OK。好的，史斯利亚，你的是黑色 M U 了。那么我的黑色 M 的话，剩下最后一件啊，需要黑色 M 也是最后一件而已哈。数量很少啊，这一件上衣的数量很少。对了，黑色 M 最后一件哈。纽扣是很别致的纽扣，就是金珠子加捆金边。OK， 我身上的黑色，如果你黑色，你一样是因为上班衬衫来讲呢，它是比较有款式的衬衫，然后比较 trendy 的衬衫来讲，白跟黑是这种衬衫的经典颜色啦。特别的颜色就有这个 Dusty Pink 三个色，跟着助理的尺寸下单啊。这件上衣是穿 M size， 我一样是穿得到 S 的，最小的码是从 S 开始。最大是有去到 XXL， 刚才谁买了这一件Latte？ 你看啊，所有基本上黑色其实上半身黑，下半身什么颜色都衬搭得到就对了。我那些上班不允许穿太花俏的，黑和白必须带走了。这一个款式三个色，跟着助理尺寸下单，穿 M size Dusty Pink， 白。
还有我身上的黑 PTE76 价钱是70，对，然后剩粉色跟黑色 M 啊，只剩下各一而已啊，粉色黑色 M 还有各一而已，白色 M 也是就两件哈。想要穿的比较职场感的配搭，可以这件上衣这样子配搭这一条西装裤 ，OK， 要下单要加单的赶快 ，OK， 没有的话我就换下一个款，下一个款。来下一个款，来一个比较 oversize 的类似学生款这样子的长袖的上衣。今天有一些顾客我们，哎，有长袖的上衣吗？我想一下，没有。